谁派你来的？杀人凶手他是被人诬陷的。你们有什么权利私自查案？这些东西都不算数，我才是最专业的。不算数？这个死者的尸检照片，这个死者胃里取出来的东西，你说这些东西不算数？穆星辰他不是杀人凶手。你懂不懂法呀？私自尸检是要坐牢的，你再胡闹我就把你抓进去了。总之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我自有分寸。你还想要抓我？啊！你抓我呀！你抓我！抓呀！抓我呀！过来。带下去救治。是。行了，好了，这边来，带过来。好了，多亏族长的神功，才能驱走这些毒蜂。他们都中了蜂毒，产生幻觉，才会发光。这些三色毒蜂跟我们这里族内的毒蜂完全不同，毒性太强了。哎呀，上官兄今日莅临寒舍，有失远迎啊！小兄，来，请坐。好。
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走。秋秋，是这样的。我听说你最近抱恙，所以特意来看你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一点老毛病了，让你费心了。 秋秋，你再过几个月，是不是50岁了？上官兄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对紫微命盘有些研究，我知道你最近身体抱恙。 云儿，是阿贵的凶手抓到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我听说穆星辰毒死了人，这回阿贵又死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有人指使阿贵给病人下毒来栽赃他。我就说嘛，星辰是个好孩子，怎么会杀人呢？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他去追凶手去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 这事情非同小可，你们最近要小心一点，一定要小心谨慎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刚才有人让我给您封信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大黄。 哎，我们赶紧回去，啊！你记得一定要小心谨慎啊！来，走。你信上所说的就是良药是真的？绝对没有半句假话。那太好了，我带上叶家的铁甲军，跟你一起找圣国去。 星辰，告诉他神木族出事了。美娇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怎么叶子都黄了？你赶紧去吧。美娇，美娇，美娇，你等着啊，我马上就去。